直接给我上，不用担心别的。为什么？就让家人们开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感谢家人们，自己去拍吧。今天到手一个大号，一个大套盒，一个小套盒，拍了三套，然后拍了三套，真的，这个阿姨真的，真的给力。一个大套盒，一个小套盒，这个两，这个是1680的，1680元的这个是，然后呢，这个是729元的，然后再给4支眼霜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给30片面膜，今天到手299。你买其中任何一样，你就没买我的其中一个洁面乳，你都买不来。这一瓶洁面乳400多，所以说谢谢直播间打了每个打了中国好老板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今天这场直播，我谢谢你哥，感谢你给我的机会，也感谢阿紫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没有看见我在直播间这样过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线下开会的时候，多少员工在一起，我都，哎呀，过的话不是都说了，因为有支持的，必然有不相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人与人之间。不会失望的，不会失望的，不会失望的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真的需要一次信任。对，如果连信任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接触了千千万万个，你没有一个真心能和你把肺腑掏出来的，对还是不对？对，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，相识即是缘分，如果短暂的离开是幸福，如果真的叫做分别，那一定是蓄谋已久。所以说今天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你陪伴阿紫走到现在，可以看他一个小时，看他两个小时，手累了用左手看，右手累了换左手，左手累了换右手，你能坚持下来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所以说我觉得做人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一定先做人先做事再做生意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最后给我加上一单，就为这阿姨所加，没了就没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到手一个小套，来，这个小套盒给妈妈行不行？盒子给我，盒子给我，然后这是我的亲笔签名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套盒给上一个，大套盒要不要给一套？然后还有30片面膜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只要您开心就好。为什么？春之患差的不是钱，因为我从人生低谷走了过来，然后再给4支眼霜，对不 对？所以说我要学会感恩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小舍小得，才有大舍大得，对不对？这是两套，再加上4支眼霜，对不对？再有3盒面膜，对不 对？30片到手，一共42件套，对不 对？对，拿去了，就最后一单，上车。有一单。开心不开心，阿紫？我这么做事行不行？我说今天在直播间要给，给就给，这样吧，阿紫，你和直播间的家人还有老板，你们聊会儿天。对对，你们聊会儿天，然后呢，我下去再给他准备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样，这个给您，阿紫。嗯，谢谢。我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呢，这样吧，谢谢谢谢。咱把那个购物车先下一下，开不开心？摔个肩膀。先把购物车下。好。哎呦，好开心啊！好多这些东西。当我们做的越好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人，有一句话是那么说的，什么？当你越往上走，越做好的，就有一些小人会来什么呢？会来捣乱。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支持我们的家人们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有很多家人们支持我们。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赵总请过来了，给家人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活动。对，这个就是纯粹的感恩，家人们知道吗？第一个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证明现在阿紫有足够强的人脉。来辅助阿紫去做事业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顺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另外一个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，哪怕有再多的黑粉，我们也一样非常非常的优秀。嗯，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对顺利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扣一波上人，家人们，扣一波上人，越来越好，对的，对的，这个节目。来，扣一波上人，家人们。天天是开开心心的，给家人们一个心意，知道吗？帅哥节目。因为昨天突然间被奖励了10分钟。对。也有昨天也做了一些家人们一直想让我去做，我也把它。完美的什么了？完美的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。
好，加油，会加油的。所以说今天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希望我的家人们能够开心，能够满意，当然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家人们能够一直一直的去支持我们，支持阿紫，去见证阿紫的成长，行不行家人们？行不行家人们？我认为啊，家人们，我认为就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偶尔有一点波折，偶尔有一些挑战会更好，他会把人锻炼得更成熟。对，我很开心。对不对家人们？他会把人锻炼得更成熟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对，那唐僧西天取经也经历了99-81难，咱们才经历多少？嗯，对对家人们，对，开心，我很开心，帅哥姐们你们不要不开心，我很开心，真的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。这些对了是吧？老板你渴吗？我不渴，没事，没关系，给阿紫涨工资，这是阿紫的账号，得阿紫给我发工资，明白吗家人们？是阿紫给我发工资啊，家人们，怎么成我给阿紫涨工资了呢家人们？这是谁的账号家人们？没有什么都是一帆风顺的家人们。嗯，对的帅哥姐们，接下来不管有任何的挑战，我们都要去把它克服。虽然现在有些人啊家人们，现在有些人老捣乱，嗯，但是你再捣乱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没有输过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非要找事儿，咱们能不能不怕事了？咱们能不能不去回避了？很多很多他那边过来的粉丝跟我发消息说，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下播看到了。看到了一些消息，我决定不再回避，家人们。我之前说的是什么？各扫门前雪，我也不去惹他，我也不去提及他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都这样了，他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坚持。家人们，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昨天花也送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一束花我也送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阿紫也接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拉钩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我们也击掌为盟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家人们？有些时候我认为一味的退让只会让某一些黑粉，某一些人变本加厉。对不对家人们？咱花也送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花也送了，也接受了。你看这个围巾好看吗家人们？这围巾好看吗？
家人们，这围巾好看吗？我要为阿紫发声，家人们支持吗？这围巾好看吗？家人们，好看吗？你们知道这是谁送的吗？家人们，这是谁送的？家人们，这是谁送的？来，打在公屏上，这是谁送的？刚才啊，奖励了10分钟，家人们休息了10分钟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有些人在举报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不要说夺人所爱，谁夺谁得所爱，这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。是不是家人们？一条围巾不代表什么？那我们拉钩了算不算？我们击掌为盟了算不算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算不算？而且今天晚上，我要高调的宣布，我们在家人们的见证下面，咱们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了。家人们开不开心？我们昨天本来我们想把这些话都给家人们说一说，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家人们开不开心？昨天晚上开不开心？家人们，这样的常态一定会继续的，我会让家人们更加的开心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们2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家人们的期待实现没有？家人们，咱们的期待实现没有？我们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，明白吗？我们已经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发展。在咱们昨天晚上一万多位家人的见证下，咱们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发展。我们已经从1楼来到了2楼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刚才啊，家人们，刚才也有很多家人们给阿紫发私信，嗯，刚刚阿紫也给我看，他说他有点不开心，我说可能误会了，可能是家人们误会了，因为阿紫心很好，家人们。
可能家人们误会了，刚才有很多家人们在群里面我也看到了，因为阿紫家人们你们要去，你们要明白一个事情，阿紫的文化有限，他不太擅长表达，特别是在直播间，他心里面想什么他可能表达不出那个意思，家人们不要去计较，多一点理解和包容行不行？家人们，阿紫其实已经坚定了，他说他接下来以后会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奋斗，把事业越做越好。你们听到他刚才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家人们，他是不是给家人们保证？我说阿紫，你能不能给家人们保证接下来好好的去工作？阿紫说会好好的，不离不弃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只是说他出于感恩，他希望那个一直在搞事情的人好，虽然你搞事情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好。其实也就认证了什么呢？阿紫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所以说家人们不要去误会，她希望的什么，就是希望她好，但她也希望自己好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这样家人们，我们让阿紫给家人们解释解释行不行？也许家人们觉得我说的是我自己认为的，我们让阿紫给家人们讲一讲，他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是我逼的，我有逼他了吗？家人们，我有没有逼他？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6000多人，没有是吧？那你这样，阿紫来好好的讲。老板没有逼我，帅哥姐吗？我刚刚是应该是我不会表达吧，就是不会表达我自己心里面想的那种。这样你就你现在就变味了。对，让家人们误会了。那你这样，你现在慢慢说行不行？你就是你想一句说一句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咱们给阿紫一点时间，给他让他想清楚了每一句话再表达出来，行不行？家人们。对，其实我心里面不是那样子想的，但是我说出来的时候，一个是我没有文化的问题吧，所以就说出来的时候就变味了，帅哥姐们。其实我不是那样子想的，也不是那样子说的，怎么说呢，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阿伟哥也能够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是他帮了我很多，也是他带我出来的，所以我希望他能好好的工作也好，干嘛也好，多他，我也希望他开开心心的过得好，对不对，帅哥们？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希望他工作开心，事业顺心，对感情也顺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意思就是我的话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想，我现在就是只想在老板这里好好工作，好好的加油，把自己提高起来，把自己做得越来越好，就是不让家人们担心，不让家人们失望。对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讲不明白，老是很容易让人误会。哎，真的是都怪我自己，就是我说话说不清楚的那种。没关系，家人们会包容你的，因为家人们把你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了他们的女儿。对。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嗯。所以说，家人们会非常的理解和支持你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所以我意思也是个意思，但当然我很希望阿伟哥能够过得好，能够事业上也好，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也好，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，就是比任何人都好，真的，我很希望阿伟哥比任何人都好，真的。你希望他到时候能找到一个属于他的女孩子，喜欢他的女孩子，他也喜欢的女孩子。对 对，希望他能找到自己属于他的一个女孩子，他的父母喜欢，他自己也能喜欢的那种女孩子，门当户对的那种女孩子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我很希望很希望那样子，知道吗？我的话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，好好的加油，不让家人们失望，也不让家人们担心，也不让老板失望，也不让老板担心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我刚刚也说了，
我的话不会离开这份工作，好不好？出来一个睫毛，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份工作，好不好？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出路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对是吧？家人们，阿子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，家人们，阿子说的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你们放心，我刚刚我自己其实这样子说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表达的那个方式不对。好多家人们都录屏了，对，很多家人们都录屏了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家人们说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但我还没有发现。到时候后面我自己看了那个录屏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说了啥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说啥。老板说阿紫你怎么怎么的，然后我说哎我说了什么吗？我说阿伟哥越来越好啊。他说你嘴巴里面出来不是这样子的，我说在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呀。然后我再看一下就是家人们给我录屏的那个视频，我才发现你说错了，是我自己说的表达的那个。家人们原谅阿子吗？来，家人们原谅阿子吗？就不对，然后我就是是我都怪我自己，怪我自己就是说话说的不清不楚的，然后还有就是表达的能力太低了，就是咱们原谅阿子吗？家人们只能怪我自己没有文化，所以就说话就说的心里面想的是一种，然后嘴巴里面出来的是一种味儿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放心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在我家人们面前说，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份工作了。我也希望阿伟哥。那你会不会离开我了？哪一天你把我炒鱿鱼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只要老板炒员工的鱿鱼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那你会不会把我炒了？怎么可能会我把你炒了嘛？你带我，你不把我炒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那有一天那么多师帅在骂你，你会不会哪一天把我给炒了？那有一天我把你炒了，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家人们听清楚了没有？有一天我把他炒鱿鱼了，他也不能走啊！我要挣钱，对不对？我挣我的钱，对不对？帅哥姐，我干嘛要走？就是赶都赶不走啊！你当着咱们直播间七八千人的面说的啊！我赶你走都赶不走啊！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就要挣钱，我就要挣钱。那家人们原谅你了，你看家人们都在打原谅。原谅我吗，帅哥姐？是不是？阿子毕竟出生于农村，他不太善于表达，家人们要多多的包涵。咱们小孩也会有犯错的时候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对对，对不对？老板哪天把我给炒鱿鱼了，我也还是乖乖的站在那里。到时候你就去，到时候你就去找家人们哭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天天都待在那个酒庄卖八加一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我就不走，行不行啊？永远不走，是不是？来，咱们录屏的录屏啊，截图的截图，是不是，帅哥姐们？所以呢，我真的。在这里当着那么多家人们面前说，我也希望不管是刷一个节目截图给阿伟哥有多好，可以的话截图给阿伟哥，我希望阿伟哥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，还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女孩，真的。对，毕竟怎么样，阿伟哥我们两个的话也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对不对，刷一个节目？所以呢，我希望他能越来越好，能找到自己属于他的幸福，好不好，刷一个节目？阿子这样做的对吗？对，家人们，阿子这样做做的对不对？来，觉得阿子做的对的，咱们把对字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我当小猫了，小猫了，帅哥姐们，我说实话吧，你们有可能现在说的是老板，但是呢，我跟你们说，以后我找到一个决定要嫁给他的人了的话，说实话，他离过婚呀，干嘛都无所谓，没事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他离过三四婚呢。家人们，离过三四婚，行不行？只要我喜欢，他已经离了婚的就没事，除非他不就是不明不白又没离婚，又怎么样那种。那离过三四婚的行不行？离过四次婚的行不行？你要介绍给离过三四次婚的吗？行不行？帅哥姐们，来，咱们直播间马上八千人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很多叔叔来，家人们问一下，离过三四婚、离过四次婚的行不行？很多家人们都说我去当小猫了，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我说实话，而我的话，如果我去当小猫了的话，我还会各将发配的对人家小孩好，因为我也是有一个后妈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真的，你要当一个优秀的后妈。对，我会带一个优秀的后妈，因为我能感受得到，就是哎呀，人家没有妈妈的孩子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。真的，帅哥姐们，真的我不嫌弃结过婚的人。你们一直都说我当小妈了，怎么样，把人家给人家带小孩了，怎么样？真的我愿意，
如果哪天我遇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他结过婚，我不嫌弃，我愿意的。我在这里很家人们跟你们说，听到这些话你们开不开心？来，家人们听到这些话你们开不开心？来，家人们听到这些话你们开不开心？话吗？不好的，人都是有良心的，帅哥姐们，只要你对人家好，人家会对你好，这样的。家人们听到这些话开不开心？家人们，今天我知道家人们很开心，所以啊，今天我也策划了这么一场活动，来这种比较高级的万达。对，这是线下实体店，家人们被粉丝们失望了，也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赵总，也是我多年的兄弟。对，对吧？来，赵总，你再给他们介绍一下。赵总是妹夫。再给你讲讲你的身份。好，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地位。今天我想搞一个活动，我跟阿子商量，我们想搞一个活动，非常开心。把今天一会儿我来做补贴，我想让家人们真正的收到我的这份心意，把昨天的那份开心和快乐传递给家人们。因为我们今天对这几天都很开心。没问题，这样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开开心心的。感谢。你介绍一下，你好好这样。和直播间的一些新朋友还有老朋友，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是万达店春之焕品牌，全国呢我有46家万达店，然后呢我做线下美容院，我每一个美容院最小的平方是600平方。那今天呢老板来到我的店是1200平方的，也是义乌新科路9号万达旗舰店。那么同时呢我的工厂在广州有2家，而且是目前是顶尖般的存在。所以说呢今天感谢直播间所有的新朋友和老朋友，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以及直播间的衣食父母们，在这里呢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姓赵，叫赵中原，是春之焕品牌的创始人，在这里呢给直播间的家人们深深的鞠上一躬，感谢你选择国货之光，感谢你选择和春之焕交朋友。今天呢还是那句话，整场直播老板和阿子说了算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而且我不做任何的反驳，行不行？今天我要在这个直播间给家人们补贴，可以把我的这份开心和快乐带给我的粉丝和家人们，把这份快乐，我有点紧张啊，因为我面对头确实是紧张，把这份快乐和幸福咱们传递而又延续下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又打了中国好老板，谢谢。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炸福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然后今天福利不同，炸的福利也不同，行不行？行。只要你们开心，怎么做都行。我们家人们，咱们有线下实体店可以参考，你们可以去线下实体店去参考一下。而且我全国万达店是不是万达？来，我镜头借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让大家看一下我是不是万达的店，在不在我这里？全国万达店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而且我的店面是目前可以这样讲。任何美容院没有能和我抗衡的，我只在万达做店，为什么？这叫地标店，对不对？过多话不去说了，知道万达打知道，然后以后记住春之焕的品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今天要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，我要不舍不得，行不行？行。我要做广告，广而告之，更多人知道，行不行？行。来，助理，把福利给我拿上来。今天所有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听清，这是一包纸巾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线下买一包要不要1块钱？要。一包、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、7包、8包、9包、10包。今天老板说价格，10包一包1块，清风纯木浆纸巾，三定花不掉毛不掉屑。这个是对。要不要1块钱？不要。飞机场要不要？要。高铁要不要？要。老板一口价直接上。2.9块上车。嗯。2包块9，10包吗？2.9块。对。十包包包邮。包邮。3、2、1上。开开心心来，帅哥姐们。开开心心2.9块10包，2.9块10包，对，可不可以？2.9块10包，而且刚才有个人讲了这句话，老板真好，32岁创业事业也成。你不知道我曾经的灰暗，因为我一直在心中保持一个阳光之心。我交的朋友一定是正能量的，也是阳光的，像老板，像阿子这样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2.9块运费不够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完全不够的，自己去拍吧。2.9块10包，2.9块，对，直接去拍，对，拿走，再来一个福利行不行？行，再拿一个行不行？身体乳来，给我拿过来。冬天我想问阿紫，皮肤干不干？干。马卡龙的，明朝的，也是我春之焕旗下的。然后一瓶要卖到多少钱？39.9块。今天两种不同颜色的，两种不同味道的，要不要？要。涂身体、涂胳膊、涂哪里？而且皮肤容易干、容易燥的身体乳，要不要？要。
要。冬天身体乳特别费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两瓶，你说多少就多少，老板。9.9元。啊？啥都9.9元，两瓶9.9元，直接上。哇，包邮，真的。而且是220克，两瓶将近一斤装。对，对不对？三二一，上链接。刷新九百。我需不需要墨迹？但是啊，我觉得今天我要给家人们补贴，你先打个样。打个样，这样打样行不行？行，再拿一瓶，来3瓶9.9元，行不行？3瓶9.9元，家人们。而且包邮有时候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样做行不行？9.9元，三个节目。3瓶9.9元，马卡龙颜色的，而且是三瓶不同样子的，三瓶不同颜色，三瓶不同味道的，自己去抢。3瓶9.9元，自己去抢，够不够力度？够。3瓶1斤多，9.9元，一斤4两装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妈妈一个。孩子一个，自己一个，行不行？行，一定要有身体乳，冬季了必须要身体乳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拿去，直接就上，行不行？整场直播我不会有废话，我整场直播就是让大家开心，行不行？行。而且今天只要您说了，老板，你说要补贴，那我也要拿出我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我要为我的所言所行负责。今天咱们就搞一个感恩回馈，感恩回馈，感恩回馈啊，没问题。我为你，我为阿紫搞一个感恩回馈，好不好？你为阿紫搞个感恩回馈，为我打广告，那我也要拿出一份态度，行不行？好，行。来，这样。冬季了，皮肤干不干？干。身体乳要用，脸部干了要补水，对不对？对。补水容易锁水难，对不对？对。冬季水乳精华比较费的一个是什么？阿紫，你说是不是水？是水。我们尽量撒水，对不对？水。尤其冬季，来。我们一定要补水。我们玫瑰大粉瓶来了。哇，这个怎么像个杯子一样那么漂亮？我告诉你，阿紫，就这个瓶身，我找了12876个人去设计的。为什么？不是设计啊，是拿着瓶子的手感。就这个瓶子是一个人握着特别舒服。而且是大支装的哦，200牛的，看不看见？200牛，这一瓶200毫升，上面采用白金烫金工艺，牛不牛？牛。而且整支采用一个是什么原材料？是植物提取的。而且刚刚生产出来的这个补水效果，它能锁水，能直达皮肤基底层，牛不牛？牛。要不要？要。要不要补水的？想要。所有的保湿功能要不要？要。我敢在直播间讲保湿，他们不敢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还有抗皱功效，牛不牛？哇，牛！有谁听过水可以抗皱？我做到了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我是美容院，我不是小商小贩，我不是化妆品店，我是美容院。在下发小黄车。所有家人们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身体乳在下发小黄车。来，看清。有院线功效，我是美容院，对不 对,、嗯、对，我来我这边充会员卡的没有低于50000的，对还是不 对,、嗯、对，所以说我都是高端人群，那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也高端人群？是的，对不 对, 对，我要能用的高端的产品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玫瑰精露，而且春之焕凝肤柔肤水，就是可以凝聚你的皮肤，柔肤水、嗯、这一支线下卖多少钱？来拿过来，抗皱功效牛不牛？牛。499。来，这个叫499，对不对、嗯、然后呢它比较贵，因为它200毫升，正常水都是50毫升、100毫升，我们有抗皱功效，而且肤色暗沉的用完的，还有刚皂的，看清肤色暗沉的，反没反这样？反。肤色暗沉的，皮肤干燥的，毛孔粗大的，还有红色泛红的，敏感的肌肤，这上几种症状，但凡你摊上一种，不要害怕。如果4种肌肤长在一张脸上，可怕不可怕？可怕。今天过度话不去说，上面有几种老干妈肌肤，就你皮肤特别干、叫做老干妈，对不对？补水容易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保湿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提亮肤色，瞬间锁水，包括细致的毛孔给你打开，行不行？行。而且预防肌肤6大烦恼，包括脱皮、暗沉、干燥、发烫、发痒、发红的，牛不牛？牛。适用人群干性皮肤、油性皮肤，12岁以上均可使用，孕妈妈、哺乳期、都可以用，牛不牛？牛。要不要？想要。下面不想要的打个药。这样满屏打了药的多少钱？499，我今天直降200元，299，态度够不够？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我品牌大不大？大。我美容院大不大？大。我的会员多不多？多。我一个会员是不是要充50000元的卡？是的。但是今天你不需要充卡，今天只要选择和春战交朋友，229，上车。等一下，嗯，大手，今天是感恩回馈，感恩回馈，感恩回馈，降200。对啊。那你现在多少？229。家人们扣一。200毫升哦，不是体验装。那你这样，你再降200。我这是嗯。感恩回馈，什么叫感恩回馈？194，128，你啊，这样你128，我给家人们再补一瓶，我来补，两瓶，哇，就是另一瓶钱你掏了，对不对？我来掏，我说了我来补贴了。
就是这个钱128，我499的，你给我降到128，对，然后还要给一瓶。我来瓶。这个钱你出了，我出了。咱们线下是兄弟，线上你可确定你补了？我补了。今天直播间这么多人，他们真的能接受，真的能给我做宣传吗？能。能。把的打在公屏上，三行吧，能宣传啊。这一瓶我补的。这一瓶是你给的，对，这一瓶是你 UK 我砍的，这瓶你给的，自己家人拍的，128两瓶，对不对？是我有紧致功效，有保持功效，对不 对？咱们今天是不是感恩回馈？感恩回馈，三秒钟上链接行不行？行，三二一，一号链接刷新举牌，我来补贴，没事，老板来补贴，对不 对？但是我觉得人家来咱春之幻是不是客？是的，别管线下是不是朋友，是不是客人。直播间几千人在线观看咱，而且为我们做宣传，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他用好了，敢去用，敢为自己的皮肤去买单的人，他是不是一定会做咱宣传？对，支持老板的，支持阿紫的，一定是正能量的家人们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那么今天所有下过单的，到手几瓶？让我家人们用好了会宣传的，两瓶，对不对？那所有的家人们，只要是能给我做宣传的，你今天格局这样大，老板。线下你做人大气，那今天你同时你把钱掏出来补助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大气一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个钱我出了还不算，来，我再给一瓶。大气，来，大楼大气，打在公屏上。三瓶，三瓶，128，刚才所有抢到的全给三瓶，那我拿下去了。我觉得你在玩套路。没有，我不需要套路。你刚为什么刚才你说三瓶过后，你的工作人员就说抢完了？因为。你说你补贴没有了，你就说没有了，你上三瓶但是没有了，一发就没有了，就是我这一瓶就没有了，我这一瓶499，我这一瓶跟没给一样吗？就是我刚说给一瓶完就没有单了，我就下去了。对呀，你就没给吗？他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我觉得做人做事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发下来就没有了。你们觉得老板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哪有你这样？来，我来补贴一瓶啊，没有了。你这样，所有能给我做宣传的这样，义乌店没有，广州店可不可以？广州也没有。那这样从上海调行不行？行。我刚才是不是说三瓶？是的。是不是正装？是的。一支200升，三瓶1斤2两，对不对？你说话算不算数？算数，我是老板。一会儿我家人们就放开手的抢了啊！抢！如果说没有货怎么办？没有就没有了，我有多少单就给大家多少单。那不行，没有也要我想办法。你这样，咱家人128的确定回去抢完能给我做宣传？那给你做宣传。真能。三秒钟上链接开始统计有多少库存，上多少单，行不行？行。没了别管我要，我把库存拉出拉满。没有了你想办法。先上行不行？先上3、2、1，上车好链接刷新举牌，100感恩回馈，上车了刷新举牌，拍一发三，128到手三瓶，嗯，是的，1瓶200毫升，是的，3瓶1斤2两，对，柔肤水它可以直达基底层，而且来把我证书给我，我这直达基底层的，而且可以锁水的。我这一个瓶身10000多个人去握它，为什么？对，这个瓶身你收到那一刻，你握着握感相当的舒服。所以说，春之幻注重的是什么细节？注重的就是细节。而且今天所有拍了满屏，给我打个333，行不行？行。而且录屏今天到手就是三瓶，行不行？拍了的打33，拿三个节目。这样拍了打999，999，为什么知道吧？长长99，不是幸福99，因为六翻了九，六翻了就是九，那行999。保湿功效，老板，我的化妆品我有证书，牛不牛？牛。如果听清在任何直播间他敢跟你讲的又含义的，我有某宝某湿的功能，千万不要去买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证书，他只能那样去讲。我敢讲保湿，我敢讲我有抗皱功效，牛不牛？牛。任何一个保湿水敢说自己有抗皱吗？我为什么大声的去讲？因为我有特征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所有直播间不敢，我敢。是别的直播间是不敢这样讲的。家人们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！现在节目在线化小化妆实体店，家人们，499，499，而且我这款水，阿紫你知道吗？我销量到爆，为什么？只要用过一次这个水的，它没有说不好的，因为它能补水非常容易，你就拿一瓶矿泉水敷在脸上都补水，但瞬间干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叫不叫锁水？我可以补水的同时还可以锁水，这就是我的功效。今天我这人容易性情，我容易冲动，我容易乱送，所以说老板补贴一个，那我必须我也是老板，那我不差事，我还要补一瓶，今天倒数三瓶。128，三瓶除以三，三瓶，家人们，咱瞬间没有了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这么做事行不行？去拍三个节目，开心。所以说，家人们，任何一款补护肤水，保湿的是简单的，如果能做到抗皱，是很牛的，真的。没有了，还有没有没有抢到的？抢光了，赵哥。没有抢到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满屏打的中国好老板，来三个节目。然后还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老板，我们一路支持你，
老板相信你，我们也相信你，赵老总，中国好老板，阿紫也相信你，能选择你的品牌。对。我是你店的会员，我前天刚办的卡，我是江西的，啊，这个柔肤水那天我想买了，幸亏我没买，今天遇到阿紫了，这句话讲的真好。那这样，就冲这样，咱的会员还在阿，也是阿紫的粉丝，那我们是不是一家人？对，他也要去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会员成为了阿紫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对，上单，别墨迹，上上，有几单上几单？一号链接刷新几单？七单，不行，给我加到加不上去，是吧？七单直接上，就七单，而且七单了，家人们，过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好用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做到了售前有服务，我们做到了售后有态度，我们还差什么？价格老板也给打下来了，而且到手三瓶，平均每瓶才二三十块钱，值不值得去用？值得。到手一斤二两一瓶，200毫升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我们单单有孕险，对不对？单单有孕险，什么也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好用留下，不好用对钱返回去，你损失什么？你损失一次试试的机会，对还是不对？是。来拿去吧。过多话不去讲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有几单加几单，再没有了就是没有了，老板，好不 好, 好？因为咱们讲真话，讲实话，说什么话都可以，就不要说大话， 对, 对不 对, 对？拿下去。这样吧，感谢直播间的每位兄弟姐妹，谢谢你们，感谢阿紫，感谢老板给我春春换的机会。我一年的广告费大约是2.7亿，但是呢，今天有几千人在直播间帮我去做宣传，对不 对, 对？一个人我传了10个人，几千人在线，是不是传了几万个人？对，几万人在传的情况下，我比打广告还要牛，对不 对, 对？这样，助理在不在？在。把咱店里边一个非常贵的水晶包装的烫金工艺的一瓶要卖到1000多的，给我拿到直播间来，行不行？行。赵总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放在盒子里。哇。来，这样。今天咱们要炸这个，是吧？这个牛到什么程度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把我说激动了，今天我绝对不会拿上来。我告诉你，它有多牛。先把证书拿出来，我都不打开包装，家人们看，想不想看？想。把人气我控制在4000以内，这个有多少单我先说清，老板只有几单，连10单都不会超过。是的。因为这个我店里边必须要放到保鲜里边去放的，嗯，因为我店里边不敢多放，所以说每个店里边最多不超过10单，嗯，所以说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想不想看？想看。我要把它功能说完以后，我告诉你，别说1990，有19990你都敢去买，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吗？女人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来，女人在乎的是什么？来，就这两个字，值不值得去下单？值得。任何直播间的所有的卖货的主播，卖美妆的，是不是不敢讲美白两个字？对，是的。具有美白功效，功效检测牛不牛？牛。我就问大家这一句话，老板，美白功效谁敢说？我敢不敢？敢。牛不牛？牛。所有家人们给我打上一个牛字，行不行？行。就这美白两个字，值不值得你去买？值得。有的时候我们擦了左一层粉右一层粉，为了让你皮肤变白一点吗？不会。那是去标不去本呢。是的。我们今天可以让你美白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来，还想不想看功效了？想。哎呦，这么多人打牛，真的是，别的是不可以讲美白的哦，别的地方都不可以讲。对，具有祛斑功效，是的，哇，真的牛不牛？牛，炸了呀！炸不炸？炸！同时美白还可以祛斑，我就问问你，1999支还是不支？支！所有人在直播间卖护肤品的，只跟你讲可以有某白、某白、某白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对还是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们今天说了一句话，叫做什么？具有美白功效，我们直接就去讲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他们是讲的有美有某有白，他不敢说美白，我们敢不敢讲？他有美白功效，对不对？对。满屏给我打上两个字，美白。美白，打在公屏上。美白两个字。所有给我打了美白的同时，真是别的直播间都不敢讲，都不敢讲，讲封号啊！我这是证书啊，随便去讲。而且听清，再看这里，我们有没有祛斑功效？有。美白后面再给我加两个字，祛斑行不行？行。牛不牛？牛。听清，那不是这个的。来看清，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记住一点，美白这两个特征值不值得拥有？值得。同时可以做到美白，可以做到祛斑。你讲半天，又美白又祛斑，这个睫毛太牛了，真的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。先美白再祛斑，牛不牛？牛。而且这功效两个字看不看见？红章看不看见？看见了。我们都刷过各大类直播间，没有人敢这么讲，我敢不敢？因为我是美容院，因为我叫春之焕。来，牛，看清，过来，拿着，
在后面举着。用美白玉吃饭的家人们，看清，期待的帅哥姐们，看清啊，多想要的，千万不要担心贵。今天你嫌贵，我还没有那么多单呢。来，打开。妈，我手都得瑟，真的，看清。哇哦！哇！牛不牛？牛！这一个包装盒知道多少钱吗？这一个包装盒成本109元，就一个包装。为什么这个包装只有春之幻能用，谁也用不了？因为它叫什么？它叫一路平安。哦、上面有个路，看没看见？对，一路平安，吉祥又如意。同时呢，真正给女人做到了美白祛斑，牛不牛？牛！所有给我打了牛字行不行？然后真正做到了烫金工艺，牛不 牛？真正做到了水晶工艺，牛不牛？牛！同时我告诉你，它实在实在是太牛了，真的。直播间男士朋友，你千万别走，给你老婆一定要买上一点。好不好？你一定给你老婆下个单，行不行？他只需要每次用多少，看清没有？他特别粘稠，他就像什么一样，扣都扣不出来，看没看见？是的，对，牛不牛？牛。料体用的非常非常的足，而且每次用多少，千万千万记住，就用手手指肚轻轻这么点一点，是的，就可以了。尤其是你有晒斑的，尤其你有黄褐斑的，听清，在你脸部这部位不好去掉 的，一定往这边涂，好不好？好，涂完以后，第一次涂完拍照片，一个星期以后再拍一下，行不行？行。这个味道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，你们能不能接受？能。能接受的，给我打个能字，好不好？我们能接受，对，好不好？有的人说我在吹牛，那我想问你一句话：这两个证书谁敢吹牛？对，没有敢，对不对？所有说能接受的，说你这个里边有一点点中草药的味道，淡淡的味道，能接受，我打个能字，行不行？能接受，帅哥姐们。来吧，过多话不去讲了，这一盒。卖多少钱？1999，我就几单，你都不用给我砍价，我就这几单。家人们觉得多少能上？家人们，我问过家人们多少人能上？这个价格你相信我，他们不要去打了，因为有打699、799的，还有打599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价格我不能破，破不了。我这个店里面就几单，你不能破。对，但是我可以补贴，对不对？你补贴，那你补贴可以，没问题。家人们，你这样，你先给我家人们破个价，破个价。那既然来了，咱要破价，对不对？别300、200破，行不行？今天直接开心点，高兴点，行不行？行，直降500，1499直接上。直接500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老板和阿紫，我这一个祛斑功效就值。先不要说这个，咱是兄弟不？是兄弟。自己再破，再破，害破，你别生气啊！1499，你这样吧，1099上车，直降900，3、2、1，哇！他都开心了，他都觉得可以了。那你老板，我知道你有这么好的功效，我这功效别人有吗？他在这边敢讲吗？美白和祛斑谁敢讲？我敢，因为我有证书。你这是新店开张，新店开张，对，你都等急了啊，家人们。你是我要我们帮你做宣传，做广告，让我的家人们帮你做宣传。对的，那自己再破。抓住，只要用得好，我家人们肯定会。好货不过千，999上。我只能这样了，我见不了了。999了，只能这样。我觉得你没有诚意啊！我这诚意，我直降1000元，我还没有诚意吗？这么贵的护肤品，你咱家人能不能买得起？别人来你店里讲讲价，讲讲价也能这个价格。实体店从来不讲价，来我会员的，听清，他甚至得要办5000多会员才可以买到它，没有会员都买不了它。没错，真的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我们这个是冲阿紫的面，冲阿紫妹妹的面，再铺个价。这个真没办法破了，咋的？你不想让我家人们拥有了？想，真想。想，那你拿出诚意行不行？你这样，咱们直接来一个数字，我就说最后一遍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只有三单，好不好？888。三单。这样，666。666绝对不可以。今天我们都来了。对，反正也只有3-4单的，你只有3-4单，对不对？让我家人们抢个开心，抢个吉利。我告诉你，杏花这个品，咱就介绍一下就可以了。为啥呢？对，你666，你上去，咱们家人们也认为贵，他也不一定能买得起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家人们年纪大，脸上斑斑点点很多，确实是很多。他们需要，家人们需要，家人们是不是需要把需要打在公屏上？对，需要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。这个确实牛。我知道确实有，别的直播间都不敢去讲什么祛斑、美白，别的他可以讲，不敢去讲，对的，我不敢去讲，那说明有这个功效。对，这样666给家人们上几单，不行，绝对上不了，老师。你先给我666，我们这边你再看看我有没有格局。你这样666，我就给你。